今天分享一个鸡肉料理，这是一道家常爽口的凉拌菜，菜名叫凉拌鸡丝。熬成了细丝了，咱们备用。凉拌鸡丝，香油，海鲜酱油，拌匀拌透，香味出来啦。香辣爽口的麻辣鸡丝做好了，开胃解馋超下饭，关岛朋友快点来试试吧。